赵志雅，你怎么会看上制作人呢？你好。哦，是。你看过妈帮你选的结婚对象之后，就不会看上别人了。今天去了那个人的家里，简直就像大皇宫呢。你就快搬来我家吧，不要忘了，我们永远会在你身边。我想拜托你一件事，你新计划的节目要找赵志雅演出吧？现在要正式开始准备很多事，还要找女司机，你帮我介绍吧。你为什么要当司机？我会让你痛哭的。东森戏剧台，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，《白夜童话》。